都学好久玩一次吗？这都多少天了啊，天天。啊，一次啊，对，我们玩的就是那次，还没玩完呢。真过分！我都在学了一个小时的花了，你们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走了。刚才是有人来过啊？有吗？哎，是啊，好像有人问我什么的。哎，眼镜，你看到没有？没票了，这是欢聚，继续。哎，胖子，这哪来的一个孩子？这是？不是房东他没份想象吗？你们好。哎，胖呀，你怎么找个小孩来玩电脑啊？什么小孩？这是我师傅想想。师傅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师傅那是天下无敌绝世无双凤毛麟角摧枯拉朽。行了，不吹能死吗？哎，香香，你怎么不上学去啊？哎，我阑尾炎犯了。那还不上医院去啊？哎，都已经一个月了，没事儿。我师傅都进第十层地狱了，厉不厉害？厉害，第十层了。哎，你怎么练呢？我啊，没事就靠在网吧。昨天听说有人要来检查，网吧才让我出来的。没劲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又不是孩子。你又不是孩子？哎，我这个级别，别说你，好多上了年纪的都跟着我混呢。在地狱里，谁敢不听我的？我师傅是城主，有的是房子和地，跟着他吃香的喝辣的。那俺俩跟着你混吧。你的级别不够，再练练。然后我考虑一下。还考虑考虑？哎，你不上学，你爸不说你吗？我爸和我妈在外地，只有我舅舅管我。房东的游戏都是我师傅教的。啊？我舅舅对我那叫一个尊敬。谁叫他是晚辈呢？我有时候也很照顾他。这不前两天刚买的装备，不知道我被哪三个小鬼抢了，生气着呢。我这就给他一些能量，估计这会儿在家练着呢。这房东也够可怜的啊。哎，小小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以为我在哪儿啊？我以为。回家走。回家？回什么家呀？电脑都被你占着呢，我怎么办啊？回家再说，走。哦，是不是能量又不够了？是。是啊，能量又不够了，麻烦您老跟我回一趟，帮帮忙。你呀，说你笨你还不承认，花了3000块买装备，3000块干什么不行？买个29寸的彩电才2000。行了。走吧。哎，这孩子的。快，哎，有埋伏，快起来。哪儿啊？你俩怎么样了？都赚多少金币了？我打了260了。我240。你呢？啊，我啊，我比你多一点，比他少一点。你是多少？哦，你们啊？什么？师傅，你这么早就放学了？放学？什么放学？我还没上呢。啊？不去上学，你舅舅不管你啊？我舅舅他自己还管不过来呢。怎么了？哎，家里有没有吃的？有，你没报。你连早饭都不吃啊？哎，这个面包比网吧的好多了，最起码没长毛。啊？可是你在网吧吃的面包都是长毛的。有时候连长毛都没有呢。你就是放到这舅舅怎么当的？哎，你舅妈都不管你啊？舅妈？啊？什么舅妈？
舅妈，舅妈你都不知道？舅妈就是舅舅他妈。去，玩你去。你舅妈呢？走了好几个月了。离家出走了？对，就是这个形容词，离家出走。你们大人最时髦的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哎，为什么呀？好像说什么生活不和谐。什么是生活不和谐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又没上他们卧室去看。你这孩子，你还说你不知道？我舅舅玩地狱，有点走火入魔。你们不知道，有一天晚上，我舅舅做梦，一脚把我舅妈踹到地上。啊，这么过分？这还不算过分呢。踹下去之后，我舅舅闭着眼，又站到我舅妈身上。啊，那为什么？说踹死吊死鬼，一定要补充能量。感情你舅舅把你舅妈当吊死鬼了？那再后来呢？后来我舅舅就在我舅妈肚子上站了一分钟，回床睡了。那你舅妈呢？在床下昏迷一宿。哦，我说呢，放到楼上咱家吃火锅。哎，你们家是不是很长时间没开火？开什么火？冰箱都是空的。哎，是不是你舅舅？你要不要躲一躲？不用，给他递根黄瓜，他就走了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多给他一个面包？哦，是啊，我怕他老吃黄瓜不行。完了，又给他养成一个恶习。啊，有这么严重吗？那锁子这是房东吗？好像是要饭的。你看看，习惯就是这样养成的。徐所长，这就是先别问我。我问你，你给我这干什么？很多孩子就是这么学坏的，没了钱就在学校门口收保护费，有的离家出走，有的甚至去抢劫。啊，抢劫？是啊，现在青少年生活没有自律，如果家长们再都不配合，那么这一代可就要垮掉了。这孩子不去上学，你不跟老师打声招呼？我不上学，我怎么和老师打招呼？哪敢呢？哎，你还敢顶嘴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啊，我给你开个玩笑，我主要生你舅舅的气。这是电话不接，孩子不管，一点责任心都没有。对，下次他再来，连黄瓜都不给他。没见过你这么笨的，这么简单的密码你还得写下来。我那不是字数多吗？我害怕记不住。这样能记不住啊？要想富，少生孩子，多种树，多简单。不是记不住，我老混。我上个密码还是白拿陈家不当干部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样不容易被盗，还不懂。我上厕所去哈。怎么了？有个蜘蛛啊！哎，看看它什么级别的？要是三十级以上的，千万别碰它，赶紧跑，你打不过它。嗯，看看什么？你脑子抽了？啊！你打不过它，放爆法呀！啊！哎，干嘛呢你？我痒痒，挠挠脚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痒了，你挠你自己的脚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说怎么闹出血了还不接呀？不好了，有抢劫的，胖子，快点！哎呀，胖子，
大家饶命啊！大家饶命啊！哦，妈呀，为这有人抢快快快！我别急，别急，我来！不行啊，我打不过了，眼镜啊，咱两个人不行。眼镜在厨房里。眼镜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眼镜。怎么了？完了，让人爆了。我也让人给爆了，还是个女的，凌波倩子，哪来这么个牛魔头这么厉害？眼镜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鼠标多少钱？我赔你啊，50块钱，三包，再买一个。眼镜，怎么，你的鼠标也回来了？那个电脑显示器多少钱？辛辛苦苦30年，一下回家解放前。关键可惜的是啊，咱们既然能输给一个女魔头，窝囊，太窝囊，是窝囊，地狱不好玩了啊！哎，几点了？7点了。哦，那是早上7点呢，还是晚上7点呢？早上。今天礼拜一了。不是，礼拜三。啊，10天了，完了，我才请了7天的假。咋是几号开始玩的呢？6月1号。今天几号了？7月10号。哎，超了3天。7月10号。啊！怎么样？你们老板是不是很生气啊？没有，心情还挺好的嘞。嗯。他跟我说 ，You are fired。You are fired， 什么意思？朋友的意思吧。朋友？啊，朋友不是 friend 吗？哎，皮少。You are fired 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今天就被 UR fired 了。你被解雇了。你们都被解雇了，炒鱿鱼的了。怎么样？还是我这样的好吧，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。哎，其实我这两天过得也不是特别好啊，好像在地狱里一样。啊，是不是？这浑身都不自在，你说最后吧，还让一个女的牛魔头把他给抢了，多窝囊。是啊，哎，我也总觉得有点恍然隔世啊。哎，你们没觉得最近咱家好像少点什么？少什么？我以前是不是有个女朋友啊？有啊，那个样儿大喇叭花。哎，不是啊，不是游戏里边能傻。我是说现实生活当中啊，珊珊吧，呸，珊珊是你呢，我这叫玲玲。对，玲玲，对，玲玲呢？哎，奇怪呀，那玲玲一个多月没来了。哎呀，你们这么一说，玲玲，我是不是有个店员叫李大小啊？对呀，坏了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的？快说呀！我最后一次回来吧，他一个人在店里点货，我怕他不安全，我给他锁屋里了。啊，那你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？6月1号。那还能活着吗？估计都抽了。哎，神奇！太神奇了，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什么和从小钻窑里跑出来的？别提了，我进去开门一看，李大小躺在地上，周围几袋子大米都让他吃光了。啊，大米都被他吃了，不光大米，连耗子都吃完了。哎呀，不幸中的万幸啊，李小康复了。我在医院没看见玲玲，怎么？是，我也正纳闷呢。你说，医院又没有，他又没回老家，能哪儿去了？我知道，什么？跟别人跑了。
不可能。根据我对玲玲的了解，她做不出那种事儿来。哎，玲玲，你这是从哪逃出来的？啊？地狱。地狱？你也进去了？怎么了？就说你们颠，就不能我颠了？你再怎么练也不行啊！哎，你在里边叫什么？我就是凌波仙子。啊！女魔头。那把水浪翻了，哪有我？啊！别急，别急，啊，在家水有的是啊。这地狱有什么好玩的？你也跟着瞎掺和。我就是想临时的功夫，然后把你们都打白，让你们觉悟。我就是害怕你们中毒。结果呢？结果我也中毒了。今天医院还让我留院查看。啊？这怎么回事？我前两天走火晕魔，然后给病人输液，我一进病床就大喊：“快停！快停！扎血了！”然后病人都吓跑了。什么是地狱啊？这就是地狱，现实生活的地狱啊。咱俩失业了，好了，这生意就垮了，我不知道是干点什么不好。哎，哪止咱们三个人呢，我听说房东啊也被停职了，还有连连。哎，都是网游惹的祸呀。哈哈，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我又可以上班了。你不会是向院长施美人计了吧？去，哎，我给他了一个动作哈，立马就搞定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我的那些装备。你们大人最时髦的游戏，很明显。我就是做梦，一脚把我舅妈踹到地底下。老板，俩人也不对。啊？怎么看着像村小队友的？哦，是的。那俩对面不报哪儿？就这说的吧。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啊，怎么了，局长？怎么了？对不对？你看有点晕吗？哎，神奇！你看我摸摸。初上你在想快乐到底是什么样，霓虹旁我在想快乐就像是一块糖，你在想我在想花花世界总是太匆忙，你在看我在看看来看去怎就变了样，它是你的是我的，是糖果就是甜的，是你的是他的，是我们总没做的，是好的是坏的，该来的总会来的，吵着在吵着，我们一直在吵着。